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天父的慈爱与我的圣宠赐在恩赐与你们同在。Thank you.
畫才是永恆啊！咁我哋都係喺變化之中啊，我會珍惜啊十八年嚟嘅大家嘅認識同埋嘅服務啊。人生有幾可有十八年咧？係咪？再到第二個堂區嘅未必有十八年就係咪？咁我多謝大家嘅支持咧，祝福啦，係嘛？同埋見到大家對我離任嘅愛意係嘛？咁喺度肯定我自己嘅工作同埋我嘅聖召啊，我當職嘅生活啊，咁彼此代禱，我為你代禱，亦都係希望你為我祈禱。我會喺禮拜三啦，最後一堂嚟曬啦嚇，咁就之後就播出啦。咁就8月26號咧先至台灣嚇，咁希望大家保重同埋保持呢份對天嘅信仰嚇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願春蘭的天主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，離煞離聖。